已逐法定人数，现在开会啊，主席迟到跟各位道歉，请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九届第五会期第一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一零七年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一中午十二时一分至八分，地点红楼二零一会议室，出席委员陈委员曼丽等十二人，主席段委员宜康。 报告事项依宣读本会第九届第四会期第十七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事项依审定本院第九届第五会期第一次会议议事日程。依审报告事项均照依程草案编列通过。行政院院长提出施政方针、施政报告并被质询。二、请愿案件依函送本院相关委员会审查者。四案二、依请愿法第四条规定六案，系属应提起诉讼事项未被受理函复请愿人。三、依职权行使法第六十五条第二项规定，一一弃案，函转权责机关处理尽付并付。 请愿人宣读完毕。好，请问上次会议记录有无异议？没有异议，会议记录确定，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如果有委员要登记发言，请到主席台前登记哦。我们于议事人员宣读完毕后，就截止登记。我们依登记顺序会请委员发言，发言后再行处理。现在请宣读。 立法院第九届第五会期第二次会议议事日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一百零七年三月二日星期五六日星期二上午九时至下午六时，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五会期第一次会议议事录。二至四，行政院函请审议海关进口税则部分税则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函送中华民国一百零七年二月六日正在区范围为花莲县花莲市新城乡及吉安乡，并自一百零七年二月六日生效案交内政委员会。 修正行政院会议议事规则，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五至一零、农委会、经济部、卫福部、劳动部、总统府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一一至一一三，考选部、公平会、经济部、国发会、农委会、故宫博物院、经管会、财政部、环保署、卫福部、人事行政总处、侨委会、总统府等函未预算案事项，交相关委员会处理。一一四，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函。 为院会交付审查委员履历等凝聚陆海空军军官士官任职条例第七条案，建请改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拟请院会将本案改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一五至一一九内政委员会等函未院会交付事项处理完竣，请查照案。一二零至一二二外交及国防交通委员会函未预算案于执行期间，请查照案。 一二四至一二五司法及法制内政财政三委员会内政委员会等函未行政命令予审查期限，请查照案。一二六至一三七内政委员会等函未请愿文书案经审查结果不成为议案。一三八至一六二行政院函送委员提案延署情形，请查照案。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委员赖世宝等凝聚监察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执行事项。行政院院长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并被质询，宣读完毕。 报告事项已经宣读完毕哦，现在请登记发言的委员发言。只有一位登记，我们请李委员燕秀发言，时间三分钟。谢谢主席哦，今天早上也是我们今天开议的第一天，非常遗憾痛心的是，发生年改团体，当然现在可能还在抢救当中哦。除了遗憾痛心之外。 开春开业的第一天，我们要面临这样的状况，但是我们也不仅要思考，为什么退伍的军人要用牺牲自己生命的方式来对这个政府表达抗议？我们整个年改的过程当中，到底有没有真的好好去跟这些团体沟通？今天早上我还特别到外面去走了一次，据我私底下的了解，过去我们这一年来，行政院没有任何一个单位。 跟他们去沟通未来整体年改改革的方向跟版本，说好最会沟通的政府到底在哪里？难道我们立法院已经变成行政院的立法局？蔡英文一声令下，我们就要在这个会期一定要通过军改的版本？我必须要提醒民进党政府，整个军改影响的不只是。 退役的军人的老年生活，更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整体的国防的战力，能不能吸引到好的、优秀的年轻人愿意投入我们这样的军职？其实整个年改过程当中，大家都在看，年轻人也都在看，所以。
我建议这个会期应该如果没有跟相关的团体做好更充分的沟通之前，我们应该暂缓这个会期来讨论年改，否则这不仅是只有解决了年金的问题，但是对于国家整体的战力来说，包括未来募兵制的成败，我相信影响会非常的大。也因此我希望这件事情不分朝野党派，大家应该静下心来思考。从来没有人反对过年改，但是军改的部分影响长期国家未来整体国防战力的发展是非常严重也非常大，所以如果没有做好充分的沟通，我建议民进党政府行政院应该暂缓，当然我们立法院也不应该变成行政院立法局，限时一定要通过军改，在这个会期通过。以上是我今天的建议，谢谢。好，谢谢李委员啊。那跟委员会报告，依本院议事惯例，施政质询期间，据尊重本院委员质询权的时程安排，除了朝野党团协商，还要经过院会通过，才有进行讨论事项的编列。那所以这个跟李委员跟国民党党团建议啊，那么要增列讨论事项，跟我们前面所说的议事惯例并不相符。所以建请国民党党团透过院会朝野协商的途径再行讨论决定相关议程的安排。好，跟委员会报告，因为今天的院会已经散会，所以并没有进行报告事项，所以第二次会议报告事项第一案我们增列第九届第四会期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一次临时会第二次会议议事录，另外增列本院人事处函送立法院第九届第五会期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时间地点表，请查召案。那么顺序我们就授权议事处来调整。好，我们做以下决定：议程草案报告事项、质询事项，行政院院长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并被质询，我们通过。请问有无临时动议？没有临时动议，散会。谢谢各位。